發生火警嘅美式工業大廈解封，消防同屋宇署繼續派人到場調查。工廈就派人檢查消防裝備。起火單位喺10樓，電梯大堂可以睇到燒過嘅痕跡。消息話，出事單位係一個提供聚腳嘅地方，可以飲酒同唱歌。火警入面25歲男死者係租户，兼職任調酒師，單位入面擺放住有酒精同調酒工具。 消防同警方正係調查係咪同火警有關，包括係咪調酒時出意外導致火警。對於有消息傳出，21歲女死者過往曾經喺單位用過可以起火嘅磷粉電枕魔術，但現場揾唔到有磷粉或者魔術物品。機電工程署初步相信火警同電力裝置同電器產品無關。屋宇署話起火嘅單位分間咗17個獨立房間，係未經申請。 初步調查顯示，部分改動唔符合逃生途徑同內火建造嘅安全標準。屋宇署話會向相關人士發出法定命令要求糾正，並考慮就違規情況對相關人士提出檢控。有租客翻工下了解，話租户類型多，私樓啊、工作室啊、倉庫啊，乜都有咯。我最擔心有人住啫，其實係咯。係有冇見過有人住咧？係有啊。 亦有外籍佣工去到工廈8樓，遇上參加教會聚會。工廈10樓一個單位，尋日挨晚6點幾起火，消防喺單位嘅廁所發現2男1女，年齡介乎18至25歲，送院後證實不治。無線電視記者徐志賢報道。葵涌亦都有其他工廈將單位分間成多個工作室同埋寫字樓出租。 保安局話會喺新嘅立法年度提交提升舊式工廈消防安全嘅草案。起火嘅葵涌美式工業大廈係1972年落成，消防署話1973年或以前落成嘅舊式大廈法例冇規定要裝自動灑水系統，但大廈有火警偵測系統、警報系統等等，曾經喺火警發生嘅時候啟動同埋運作正常。 有地產代理嘅網頁顯示，美式工廈出租嘅單位，其中一個建築面積312平方尺，月租5000蚊。資料顯示單位係全新裝修，有窗同埋獨立嘅洗手間。我哋去過葵涌大連排到另一座工業大廈睇過，其中一層嘅單位有租俾旅遊、地產、科技等嘅公司做辦公室，同樣係冇自動灑水系統。後樓梯亦都唔見有滅火設施。 喺呢度每一個單位都只得一個好細嘅氣窗通風，喺走廊業主雖然有裝到風扇同埋冷氣，但全部都冇開，因為通風比較差，所以企喺度一陣都會覺得好嗌焗。有租户就以大約每個月2000蚊租咗一個大約100尺嘅單位嚟到儲物，業主又為佢哋安裝消防設施。睇你點使用嘅啫，依份係一間好豪宅咁都會着火啦。咁你睇下你係咪適當咁運用個單位咯？佢話你有契嘅。 係獨立契嚟嘅，咁樣跟住冇問題㗎啦。個業主咁講，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話會喺新嘅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草案，提升舊式工廈嘅消防安全。包括一啲走火通道啊、通風系統啊，以及安裝消防灑水系統等等嘅。咁我哋希望咧喺草案立法裏邊咧係盡快能夠獲得通過。佢話警方、屋宇署同埋消防正調查工廈有冇涉及違規嘅情況。無線電視記者黎柏龍報道。 佢咩啊？鄰舍，冇錯啦。你睇，哎呀，唔好意思啊，遲咗收工，你接行仔啊。唔緊要。係你媽咪托我買嘅廚具嚟㗎。媽咪，我今日去咗個新屋企叫鄰舍啊，即係難得大家係鄰舍，有時你幫下我，有時我幫下你咁啦。請支持鄰舍第一計劃。 多多指教，呢张系我嘅卡片。呢度系我工作嘅地方。透过职业专才教育，入职前我已经学到呢一行嘅知识同技能。毕业后我可以好快投入工作岗位，工作表现做得到雇主嘅认同。课程嘅专业训练令我哋可以喺各行各业发挥所长。专业知识、实务技能就系你嘅未来。职业专才教育，为未来铺路。我系阿德，我系阿德，我系阿德。
事，點會話唔得啊？處理大包垃圾又得，細件垃圾又得，總之乜都得。香港係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係有得。邊個啊？我係法團通告，通知你嚟緊要請新嘅清潔同保安公司，仲要做外牆維修。你是业主要给这么多、啊、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出席法团会议咯。大厦公用部分业主是有责任一起管理的，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时，业主应亲身出席和投票，保障自己的权益。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得益。继续调查屯门兴德学校影子学生事件，对于校长应不应该继续履行职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说学校校董会星期五将会开会处理，相信他们有责任做明智决定，否则会考虑采取极端做法，不排除由政府接管学校，强调首要确保学校顺利开学。据了解，校监去到现在仍然未按规定就星期五的校董会发出议程，部分校董反對罷免校長。兩個男人在西貢潛水的時候被快艇撞傷，其中一個傷者是消防主任，現在的情況嚴重，警方拉了快艇上面兩個男人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涉事快艇被拖到水警基地扣查，警方拘捕駕駛快艇的53歲外籍男人和他22歲的兒子，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兩個傷者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送到東區醫院，其中30歲姓黎的傷者是消防隊長，他傷勢較重，胸口、腹、右腳被割傷，要進行手術。消防主任協會主席楊建生等人夜晚到醫院探望。據了解，意外中另一個男傷者是29歲姓蔡的懲教主任，右膝有擦損。事發在下午3點多，兩個人在西貢大浪西灣尖洲潛水期間被一艘快艇撞倒受傷。消息說兩個人是潛水教練和學生關係，和朋友租船到大浪西灣落水之後發生意外。有業內人士說尖洲是潛水熱點，潛水人士落水之前都會做好標示。潛水呢，顧名思義是一個開放水域那裡潛水的話，它應該是掛潛水旗啊，或者掛類似的東西，讓其他的船開船的人是知道哪裡附近有人潛水，去特別注意潛水員升水的時候，將近到水面大約是5米左右，它是應該聽到有馬達聲的，它是很清楚聽到有馬達聲，那如果是的話，它們都應該自己警覺。他說潛水和駕駛快艇的人士都有責任避免發生意外。无线电视记者黄德兰报道。一个在屏东小琉球潜水的男人被船的螺旋桨整断右边小腿。台湾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六挨晚，十几个人潜水之后陆续上船，船长以为所有人已经上了船，就开始准备离开，结果引擎的螺旋桨打中一个准备上船的46岁男人，整断了他右脚的小腿，伤者送院治理，警方以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調查事件。屏東縣的小琉球是台灣的浮潛和潛水熱門地點，不少人會參與看海龜等的活動。南韓有團體在首爾和仁川市樹立象徵日軍在二戰期間強徵勞工的銅像，是繼慰安婦少女像之後另外一個反日標誌。南韓紀念二戰對日戰爭勝利的光復節臨近，在仁川市富平公園禮拜六下午正式樹立一座強徵勞工像，銅像雕刻了一對父女，他們都是日軍強徵勞工的受害者。樹立勞工像的地點在二戰時曾經設置日本軍工企業三菱的軍用工廠，大批南韓人被徵召到廠裡面工作。勞工像的設計者說是希望表達當年南韓人所飽受的摧殘和折磨。紀念한다는것은결국기억하고반성한다는의미인데그런개념이아니라결국은우리삶우리삶을돌아보고우리역사를돌아보고다시우리삶의어떤과정들을들춰내서배워가는그리고반성하는그런계기로삼았으면좋
좋겠습니다. 여의전시 曾经 被强征做劳工的 婆婆 也都 到场见证. 同日 首尔龙山火车站 广场 也都 树立了 另一座 强征劳工像. 当年有大批南韩人在这里坐车出发 去到劳动的地方. 主办团体预计 会陆续在釜山 济州等地 树立劳工像. 第一座象征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少女像 当年来一直树立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外。 去年有民间团体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前亦都树立少女像， 曾经掀起外交风波。 分析认为南韩如今再树立劳工像， 反映南韩反日情绪日增， 或者引发两国关系紧张。 无线电视记者阮明珠报道。 内地最后一个控告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友良逝世， 终年90岁。 新华社报道， 1941年 日军侵华期间， 将只有15岁的黄友良捉去做慰安妇两年。 黄友良和多个慰安妇幸存者 01年控告日本政府， 要求谢罪恢复他们的名誉。 诉讼历时近10年， 最终被判败诉。 黄友良昨天在海南的家逝世。 美国多个城市有集会悼念弗吉尼亚州种族冲突的死者。 警方就汽车撞人事件起诉一个20岁白人男人谋杀。 州长麦考利夫说已经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行动对抗仇恨。 经历暴力冲突之后， 克洛茨维尔有市民在公园集会， 以鲜花和蜡烛悼念在冲突中被车撞死的死者。 弗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谴责暴力冲突， 说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强调有需要合作共同对抗仇恨。 他又说这个州不欢迎任何白人至上和纳粹主义者。 Our message is plain and simple. Go home. You are not wanted in this great commonwealth. Shame on you. 美国当局将会调查今次流血冲突，并已经就汽车撞人事件展开人权调查。 警方起诉一个20岁白人男人以级谋杀，涉嫌揸车撞向人群，并借调查他的行凶动机。 报道说他在肯塔坚州长大，近日先至搬到去俄亥俄州居住，但未知点解事发时会身处在夏诺茨维尔。野佐治亚同田纳西州分别有游行同小型集会。示威者举起不同标语，包括停止白人恐怖主义、反对种族仇恨。 入夜之后，西岸加州多个城市亦都有游行集会，三藩市过百个市民聚集燃点蜡烛为死者默哀。洛杉矶同奥克兰民众亦都齐声谴责种族歧视。无线电视记者阮明珠报道。超过1000人用手指画出巨型洋紫荆印画庆祝回归20周年，亦都打破健力士纪录，一齐睇下。 超过1000人在中环遮打花园用手指点上颜料，合力在画布上面印画。头先太晒，所以就攰啲咯，即系好多人都放弃咗。点解你都继续啦？因为嗰啲人唔做啊，差少少做埋佢，所以就叫咗好多义工嚟帮手。用咗大约7个钟头画出巨型嘅洋紫荆花，面积达到578平方米。 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紫荆花本身系香港好有标志性嘅我哋讲嘅讲法嚟噶嘛，佢代表繁荣啦、团结啦、和谐啦，所以喺我创作嘅时候咧，我会谂到第一要向上，积极向上系我创作嘅第一谂法。呢一幅巨型嘅洋紫荆亦都打破健力士纪录，获得健力士验证官职场颁发证书。呢一幅由手指印组成嘅洋紫荆花画。 距離都要在1厘米以內，但是亦都不可以黏在一起，如果不是就會不合規的。無線電視記者張曉儀報導。新聞報導完了，晚安。